前次将鬼更新后，原本点一次就能够识破附近僵尸衣服的功能，好像被取消了。现在收集碎布很麻烦，每只僵尸都要个别按次，都是觉得不方便啊。难道就不能改回一次撕掉附近所有僵尸的衣服吗？今天就要分享撕掉所有衣服的模组，拯救你按到疲劳的手指。完成模组的安装并启用后，对着僵尸的衣服点选右键，选择这个项目就能完成工作。一次把附近的僵尸衣服通通都撕破吧，只是要小心这个模组会连你背包的衣服都撕破。若不想要辛苦收集到的衣服被自己意外撕破的话，就记得将它设为最爱，不然重要衣物被撕掉就欲哭无泪了。好了，上面就是这次的好用模组分享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在底下点个喜欢给我力量哦。我是卡蛋，大家下次再见了，拜拜，马丹呢？现在是弄手指轻松多了，不然一直按，为什么要把这个功能改掉啊？真是的。